今日去西九睇下肥佬嗰套一号皇庭，原来赖月苑就喺隔篱，赖月苑正正就系夹喺西九龙法庭同埋赖国村嘅中间，亦即系南昌站同埋长沙环站嘅中间。就试下两个地铁站需要几多时间？长沙环站行翻嚟都好快，只系五分钟。A 一出口行出嚟就见到赖国村，赖国商场，赖国村又几靓喎，好似彩虹村。出咗地铁站，跟住丽阁商场条路边直行，就会见到丽月苑个地盘。行过条天桥就到，真系好方便，全程都系大约五分钟。深水埗公众泳池对面，依家做紧地基。丽月苑呢个位置前身就是长沙环套房，打动呢条东京街，打横嗰条荔枝角道，隔篱就是长沙环蔬菜批发市场。蔬菜桶型处，肥佬真是有 face， 警察重兵布防。丽月苑一共三座，有2359个单位，最平单位80,000蚊就可以上车，大约有两成是452至646尺的大单位，卖154至461万，2.42。行去南昌站需要几耐时间？就喺呢度，啱啱法院对面，穿过 V 屋购物商场，落一层就系南昌站，落电梯转左，好有新年气氛。地铁站就喺前面。大约10分钟。